今天谢谢十九送我们，改天请你吃饭当做答谢呀。十总，你说是什么样的缘分，让我们今天在那里相遇？这人肯定是有什么恶趣味，发正经信息从来不会。石总，你刚才是不是吃醋了？你很闲，我很闲。什么意思？既然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就先别回了，先晾他几天再说。晚上老地方见。我还有点事，我得先走了啊。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回他吗？先晾他几天再说啊。怎么了？这个好呀，这串乱码简直就是神来之笔，不要跟他解释，就让他去猜是什么意思。我敢保证今天晚上他肯定辗转反侧的琢磨这是不是什么爱情的密码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反正不许回他啊。拿捏一个男人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琢磨你，让他猜不透你，让他对你产生兴趣。不要回他哟。